今次我哋要偷袭呢一只鬼，唔系普通嘅鬼，佢叫做上元之七六庞贝之鬼，绝对唔可以轻视。连巡捕处大哥都咁讲，冇错。因为我哋嘅姚柱大哥上次偷袭失败咗之后，被呢一只屎忽鬼咬咗一啖，最后仲做埋佢工人。最后尾成为了家务之鬼。哪里？熟悉展开，看杯熟悉。一起做鬼啦，姚柱！你就做家务之鬼啦！大哥冇输到啊！顶你啊！你知唔知我哋偷袭紧啊？你讲啊！姚柱大哥点解失败？就系因为呢一只鬼，佢寒背嘅腰骨可以扭嚟扭去，扭嚟扭去，亦都系因为咁。我哋嘅攻击完全对佢无效，亦即系话，我哋同佢正面硬碰系冇可能。咪住先，你睇下，佢坐姿好差喎。冇错，佢咁样坐就系为咗换取寒背术式嘅能力。咁都俾佢淋到，嘥力嘥力。哇！仲腰酸背痛，唉，不过都好，至少可以练成无人能敌嘅寒背术式。唔得。我哋唔可以放过佢噶！顶你啊！都叫你唔好咁大声啦！啊，不过你又讲得啱，所以我带咗佢出嚟，竟然系护者坐垫。错，佢唔系一张普通嘅坐垫，佢系由韩国制造，使用人体工学设计，全面包覆。全部简直就是送礼自用居家必备坐垫 Java Chair。 超不是这么大声啊，我知道了，将这么舒服的 Java Chair 放在他家不同的角落，他坐在上面就可以调整他的脊椎，当他腰骨直晒的时候，他就用不到寒背术式了。 Exactly， 不过你都剧透晒啦，啲观众就不用看啦。 Sorry 啊 Sorry 啊，当我没看过，当我继续看，咁我哋行动啦。嗯，系坐垫？唔通姚柱咁好心，知道我坐到腰酸背痛？啊！呢一张坐垫有人体工学同高弹性原材料设计，完全抬起咗我尾龙骨，令我尾龙骨冇晒负担，背面仲用咗控光原理分散我腰部嘅压力，支撑住我嘅腰部，加上高弹性椅背设计，舒缓咗我寒背腰背压力。啊！坐得实在太舒服啦，我唔得啦，系机会啦！哇！咁猛颈嘅你！大丈夫闻大奶，一切在我掌握之中，因为天真神偷我鸡准备手。那你什么话怎么会这样的？
个助战竟然令到我条腰骨直晒，连息息都用唔到。啊！同埋个助战实在系太舒服啦，个皮皮根本就离开唔到佢。主啊哥，拉你路，你有我是大，保护我，助你的。Java Chair 可以改善你的脊椎和你的坐姿，这么舒服的 Java Chair 呢可以在 TikTok.hk 买到。我们下面还有一个 discount 屋，输入了就可以用便宜的价钱买的了、yeah! 坐战之鬼，全球首款可以折叠的护脊坐垫，方便带去四围坐和收纳方面都不会用太多空间。另外还有专用的手提袋，方便携带和存放。专利坐垫设计借助杠杆原理自然提升腰椎，将体重稳定地舒适地转化成为支撑腰部的力量。使用高弹性绕性材料坚固内容，即使坐耐了都不会产生疲倦感。具透气通道系统，以空气环专利技术保透气通气，坐耐咗都好爽噶。使用之后可以保持正确姿势，适合长时间坐喺张凳或者地板嘅你。不论喺任何时间地方，都可以使用 Java Chair 嚟保护脊骨，令用家可以保持正确姿势，柔软咁样支撑用户嘅背部。推介俾平时缺乏运动嘅你。